要下班了。哎，各位要捡 MVP 了。Hello。是啊。上去脚来，上脚来。东西买好了啊，来拿就好了啊，是不是？你老家点那货啊？哦，叫别贴啊，贴啊，好要够钱。这里讲想要来贴，进去贴啦。我知啦，我有听的啦，我看有啥物件。我把贴来，我先来贴好。这只叫班头啦。你来看 A 杯底哦，这 A 杯底把它搞。真正的来班头，最后阮两个有啊。这目睭安尼金细细，你看有无？来。虾子你也留了？还没有。有啊，有留下来了。他的虾子1000块的。我的。老板。来着你的。谢谢。老板。拜拜。还有没有石目鱼丸的？这等于你搞煮菜头汤、煮火锅拢会使。搞那么些石目鱼丸的，哦，这胖，不过拢要起来。来，我问你下，外面一斤你白包来200块，200块。来。哎，辛苦了！你价钱高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啦！要我唱生日快乐？来，私募一碗，还有人要吗？没那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来，能包的，来，三百一碗，各位能包空？来，给我来，这里要，来，能包一点。哎，够人要三百一碗无？三百一碗够人买哦。好，行啊。我生日快乐歌。啊，够我200块。石目鱼丸。以外，我从来。我啊，好。还有吗？三百一碗嘞。来，帮我泡了。鳕鱼，你要带筷子加。来，我们蒜鱼。好，这些都没有了。来500，欸，这个呢？来蒜鱼500，这个7条500，蒜鱼500，我要蒜鱼的无？4条500，无啦吼。啊，你们在吃什么鱼啊？一个大袋子。啊，这花肠几只来？蒜鱼啊。哈。阿布现场都会唱，那是我的不一样。石目鱼皮。没有收他的。几个？啊，他没有拿到。他没有拿到，他有买，他没有拿到。好，把它卖掉了。500块，先卖掉。好。哎，这这个贵一个吧。这要几粒不？等等，给我说。这头尾300。250。250。还能吧？我报警。
一回，一包是百两，五个好，五两来，五两来来。还有汤包，这种都交的，还要上一脚，来300块就好。哦，还要张一脚吗？要几分呢？来，好啦，哎，包饼两包，哎，然后虾子一包，鲷鱼片，来300个下来，张一脚，鲷鱼片，好吧，最后一个都给他了，快点，300，鲷鱼片，刚刚一条两包的来了没？还没，还没来。他有要来吗？他有要来。那个鲷鱼片呢？鲷鱼片有要来。虾子。就同一个啊。好。那个什么花肠。虾子啊。河虾。这边河虾哎。这阿爸嘿，船上急速冷冻的啦。这下我来讲。因为哦，扩较好，去叠叠，扩较还是盒子坏掉了，来，按开，这样按开，这哦，有时这种物件拢可以搞吼，锅烧意面的，做餐厅的，好来，这样活动的，来，我问这个人来，一盒一斤半，一半单，这有人来无？想买一克啊，来，没有盒子一样，这样回去冰着就可以了，袋子都没有破，哦，来。一块二卖偌济卖啊？卖300，2块卖600，2盒600块，这2块600块，2盒500粒，这2块400块。过来卖，虾子400，来300粒来。来，来300块就好。来，来前面。来，这肉啊完全拢无透皮，你来看卖，干那单纯把伊个壳啊下掉尔。来个哦，这样不行，我那边还有一个，这样没有了，来过来。来一线那边还有一个，好没有了。来，你跟我讲什么鱼啊？我想要吃什么鱼啊？无。好，拜拜。对吗？没有吧，王公是摸其他东西啊。你也有在新打卡的。对啊。啊，那个是你啊？礼拜日是我啊。他跟我讲新打卡呢。礼拜日是我啊。那么远你跑出去？那我多远啊？你在车尾呢，我在已经在台湾了，你那我这。
我命苦的，那车子没开，我命苦。你这车去往超市，你爱花几百哦？好像是你耶，可以。本来那天要过去，想想礼拜日是我啊，礼拜日是我，礼拜六是我。我刚好是回南部这里哦，可是啊，谁来去？可以，就就来哦。你告诉我，飞过来差不多两点钟。算了，你坐到。放疗啊？啊？放疗啊？放疗。系啊，放疗到遐，我看着。点我点你点点啊？点我哎。帮你哦，哎呀！所以我帮了遐，刚才遐区间测速的有没滚你啊？啊，来黄金仓啊，我坐车啊。啊？系啊，区间测速还做对，对吧？较注意。三百。按摩你遐警察袂歹。哎呀，下次了吗？警察袂歹，来三百。那个测速照相机你知道吗？没有摆出来，摆一个电脑记者在那边。你啊，纵贯路小心一点就好。对，然后整了没有？没有重点是，他摆测速照相机出来，还是摆一个电脑贴合而已，还没有摆测速照相机。电脑玩的，对，是啊。就是啊，太不要骗我好了，太不要骗我啊！算。我礼拜六了。我想要下次嘞。虾子还有吗？有啊。酱锅底还是卖的很标，更便宜。看东西啦，皮海鲜它 OK 啦，然后食品就南部 OK 啦，对啊。我没有，好几碗。我。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来拿？啊，这那是点锅巴。湖南都拿了哈，花肠，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干煎、清蒸、煮汤都可以的。通常是煮汤比较少，都是干煎跟清蒸。葱抓饼，对啊，葱虾，葱抓饼、牛虾子、糖糖。四只好不好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四只好不好？不好，那大家都买三只。糖糖吗？来，不是了，不是糖糖嘛哈，是熟力嘛，对不对？糖糖，你到了没？拿出来卖。两百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要知道，那时候他刚到土城，他刚到土城北部那时候，那时候人手不够，我下去帮忙卖好。我在帮忙的时候，谁拿多少钱，我一下记十几个都记得清楚。有。哎呀，老板，何必啉烧酒醉，我跟阿去买卖。两年多前的时候，你要五支吗？在和美喝酒醉，然后不能下来卖，我上去卖。丢狗的，才到你那里去。你给我捡呀！你现在来供了。好捡钱。准备。好。过来，放好啊啦。过来，过来。那五加五百，抓起来一下。哎呀，三百呀。没进过啊。我啊。三十块，最高我。最高我。靠体会啊。是不是对啊？可以啊，来。虾子要500-300，300。好，那这虾子也拿出来卖了。好 ，OK。来。干嘛摆这样？来，只剩下桌面了。靠抽呀，像我们靠机会。我爸空。回家。不知呀，我被 Q 了。来呀，姐。这边靠机，哇。这边有靠机啊。
那边再一个。好了，好，拜拜。还有谁要沟通？没有了，现在给你200了。只是它比较油一点，都是清汁嘛。其实加州你可以用煎用，因为它比较油，所以它煎下去肉不会下不下。沙巴金木炉你用煎的就会涩了，跟你的肚子一样啊！你看到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才几岁而已。十七八岁活很像五六十岁。虾仁我发来虾。这个。三只哦。好吧。三只200啊，三只250啊。来了吗？来，存这边哦。
进来啊、哦！他要把整个烤完去。他、啊、第一次吃过去是吗？要一点。好、哦。我们家人拿五百。家人要五百啊。你把里面东西拿走就好了。真行。来，还有最好是包了，不需要了。箱子。哪里有保利龙？最好两个人五百嘞，我一个五百，好啊。
开到卖吧。你要牛排吗？不用。然后你要买3500，一条一条，一条一百要几条？要几条都可以啊，两条、三条啊，200、300，一条100啊。鸡腿排卖完了，现在多放这些，还有牛排。牛排而已。牛排在。牛排。啊，这个是牛排啊。够了。没了，现在箱子而已。啊，拿过来。应该是。没什么一半，家人那都已经一半了呢，一包都已经，那已经不是半包了呢。加什么？他们一条，这个。那结束了啦。好 ，OK。下班。